呢本系我嘅拼贴手账，乍眼睇冇乜特别，不过其实宝皮上面系有啲凹凸嘅木纹。手账内页嘅纸都好有质感，里面嘅纸有几种颜色，而每种色嘅纸质都唔同。呢款纸嘅厚度好适合用嚟做拼贴，不过啲纸钉得好密，用咗三分一就已经觉得本嘢就嚟爆啦。所以我喺后半部分撕咗啲纸落嚟，减轻一下本手账嘅压力。俾大家睇内页之前，先分享其中一页嘅拼贴过程啦。打开一个新对页，喺杂志入面揀一个女仔头嚟做主角，衬下佢底部嘅背景。呢个女仔嘅头饰系花同埋叶主题，再配上金发同埋蓝色嘅眼睛，就好似系森林里面嘅精灵。所以揀咗一张古建筑再加绿色植物嘅相摆后面，左边放咗片 lace， 感觉 lady 啲。其余嘅空间就衬翻啲英文纸，配合森林主题，衬翻啲大朵嘅花，同埋色彩鲜艳嘅蝴蝶餐巾纸。佢戴嘅头饰其实唔系好突出，所以索性用蝴蝶去取代。初步拼好就可以开始贴，将头先随意摆放嘅纸修整翻啲边缘同埋大细，又放喺最底嘅开始贴。用过唔同嘅胶水胶纸，最后都系觉得白胶浆最好用。要在大面积上面搽胶的话，我会拿画笔去扫平，为免之画笔会在胶干了之后变硬，每次用完都要将它插在这个有水的袋仔里面。湿了水的画笔都会更加容易将白胶浆推开，还可以悭回白胶浆。由于lace片上面充满了很多窿窿，不适合大范围扫胶水，只可以用支嘴大概这样搽。将深色的纸条铺在lace的底部，可以更加凸显lace的通花。背景搞定之后，就可以将头像贴上去。千祈不要直接在餐巾纸上面搽白胶浆，要将胶水挤出来，用水沟稀，再预先将它们搽在你要贴餐巾纸的平面上面，再将图案小心地贴上去，慢慢修整。将画笔剩下的白胶浆搽在尖位和边位。餐巾纸掂水之后会变得非常之脆弱，所以整个黏贴的过程要很小心。牛油纸可以贴在一些不平衡或者尴尬的位置。最后就是贴上贴纸做装饰，太粗的白边通常我用之前都会拿铰剪修剪一下，再加一些森林小动物下去，这页拼贴就做好了。现在就看内页了，这幅好靓的画不记得了在哪里拎下来，还有这两个茶包都好靓，有段时间我会将它们拿来做书签，周围配搭颜色相衬的装饰贴纸。我在这个标签顶绑了一条 MT， 它的黏力可以顺便黐住个顶，尾部只是贴块细双面胶纸。将这个手细贴纸剪开一下，就可以拎住扎花。这张 BB 相是一本笔记簿的封面，用完本笔记之后就将封面留下来，贴了一些 BB 相关的贴纸在附近。这两页的主角都是杂志度剪出来，有个很漂亮的花边框和一个找不同的小游戏。由于幅画是叹紧下午茶，我就找回相同系列的餐巾纸贴在附近，将这块 lace 贴在中间留白是可以写字。刚才小游戏的答案就贴在这里。向日葵主题，中间幅猫猫相是另一本笔记本上面的封面，接住前面那页向日葵主题，这两页都贴了一幅向日葵画作。四周围的蝴蝶尽量就揀了黄色系，再加些黄色的花。靓靓的食物包装，世界各地的邮票，未用过的要放在这个透明信封里面，去旅行的时候执的页，买的永生页，将杂志成个立体场景搬过来。这款是简单一点的拼贴方法，将干花贴上去，还有很多素材未想到怎样衬怎样贴上去，不过总有一日会完成整本手账。